28岁名媛蔡天凤惨遭肢解抛尸，星期二系头七，家属喺遇害嘅大埔龙尾村举行法事。晏昼四点半，两男一女搭的士到达龙尾村现场进行拜祭，期间一名女子更跪地致祭，双眼通红。他们向记者表示，他们是 Abby 的朋友，早年曾经受对方恩惠，所以今日从广东专程来港，带同鲜花同祭品到场悼念。